领略极限跳伞运动，澳大利亚最佳海滩跳伞体验，西澳洲罗塔纳斯岛霍斯市，可从弗里曼特尔或希拉里斯港湾前往罗塔纳斯岛。你是否曾经想象过跳伞会是种什么感觉？从14000英尺的高空自由落体60秒。Hi guys, welcome to Skydive Geronimo. 跳伞教练训练有素，资质齐全。I'm really excited. Let's go skydiving. 全岛壮观美景尽收眼底，改变人生视角的绝妙体验，胆量和信心的历练升华。跳伞教练会在5000英尺处展开降落伞，感受安静无声的美妙瞬间。这一定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难忘、改变人生视角的一次冒险体验。此外，还能与举世闻名的短尾矮袋鼠自拍。还等什么？赶快行动吧！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https://skydivegeronimo.com/au/chinese-language/